就是我给老师点名，每日校庆表演演许话剧，叫做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，佮是男主角，可我唔知影安那演。我刚刚想讲杨芳姐那样叫我叫你下课诶，原来哦。你是不是想到较早嘉玲阿姨是做演员，想要叫我家己啊？对啊，嘉玲阿姨教我啦，拜托。来哦。叫我先上班，我想上夜班，就是你明仔起的哦。我无代志啦。什么无代志？你当我昏起来，佫无代志？我真正无代志啦。那是你即马暂时无代志，你会记得心情，佮有心肌梗塞无？我是惊你的心脏有问题。别讲话侪啊！别讲话啊！我去上夜班。哎，全全，进来！全全，别佮笑啊！唔夹起，紧坐起来，进来！四姐，你误会啊啦！你想把我落来啦？你先别讲话啦，我是医生，听我就对啊。我拄只是，我是医生，你别讲话啊！哎，对你心脏负担足大。你若无爱帮我落，我都不跟你教。呀！你心脏听到什么样教？你紧把我落来啦！四姐叔叔，你今天走就紧呢。全全，你来了拄好，你紧解释给四姐叔叔听，讲我拄只只是咧演戏，我人无代志。你紧帮我落来啦！四姐叔叔，嘉玲阿姨拄好是咧教我要安怎演戏啊！我好好演话剧，我拜托嘉玲阿姨教我的啦。所以你的心脏真正无爽快？我足好诶，刚需要我手骨跳舞给你看。我大人大正啊，搁安尼用抱咧，家己咧努力。啊！你紧帮我落来啦！四姐叔叔，你真足厉害的呢！这样你爹个，佮无教你阿爷，他做只紧。四姐叔叔，你做医生正经是不是田径队？俊俊，你敢知影人伫危机的时阵哦，身体拢会有一种肾上腺素会大量分泌，伫这时阵就算是普通人，来变成超人。哦，你安尼袂用治咯，你是咱病院的金牌医生呢。连我拄只咧演戏，你都看袂出来，到底是我演技上好，还是你这个声音出错？头上变也得用，听到咧，我先来做医生啦。全全咧，咱两个人啊，今嘛有世杰叔叔的把柄，你想要食啥物好料，你就甲伊点菜。咱若食了欢喜咧，咱就会当替世杰叔叔保守这个互伊小小的秘密。世杰叔叔伫咧病，拢叫臭屁的，大家拢叫伊吼臭屁医生。啊，看来你的心脏应该是无问题啦，有问题是我的心脏。你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啊对，头到看你昏倒的时阵，我是紧张到心脏都要跳出来。你敢知影我从我做医生以来，我从来都唔捌咧破断心慌过。这几率是比你行咧路里要容易卡掉搁较细，所以我嘛唔知我想要破断心慌。你到底是想要讲啥？我敢那听有啊呢？怎样会你搁听无哦？你真正听有？你卖唔捌假扮哦？我当然捌啊！虽然我未晓演罗密欧假戏的模样。不过我老师有教我解释，就是罗密欧的心脏安尼砰砰砰砰砰安尼跳，是因为朱丽叶，这个代表爱情来啊。